早上好，朋友们，看我昨天晚上到这里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昨天晚上我不是在那个广场吗？它晚上起很大的风，起风啊，我就容易打喷嚏，不知道鼻子就容易由于流水。因为是鼻炎嘛，所以我就往前面走了一点，就找了个这么个地方啊，看，就靠墙，因为墙挡风嘛，就在这里啊。现在早上9点了，哎呀，我也不打算做饭了啊，因为我再往前面再走一点，我看有没有什么饭馆啊、面馆啊。在路上吃个面算了啊，洗把脸准备出发了。大家看到吧，他们这边这个房子和我们这个内地的区别很大呀。你看他们这个房子全是这样，这个农村里面的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你看都是这种建筑结构，我在我们内地几乎没有见过。在这个旁边看到一家这个牛肉拉面，过去吃个面。刚才把车停在哪里了？停在那个角落里面去吧。好多车后面。停到这里吧。
下午4点啊，到银川了啊，朋友们，现在属于银川市区。它这边的云好白呀、啊，真好看。我现在要去贺兰县，我的这个快递是发到贺兰县的，我就直接过去了啊。外面非常的热，简直就不敢下车去走路。看这个银川市区的这个房子啊，这个高楼大厦好现代化，前面那个房子修得特别的气派。嗯，阳快速路，前面下隧道喽，我仿佛看到了万达广场的那个房子，看前面那两栋房子修的真的是现代化。他们这边这个马路好宽呐、啊，而且很干净。前面又是一个隧道，看蓝天白云。路上的车不是很多啊。可能这里属于郊区了吧，那边的房子修得好有特点啊，看是不是，就是它上面盖的那个好像有点像城堡一样的那种。非常的现代化。我现在过去的这个地方是贺兰县啊，这个县城跟这个市区相隔只有10来公里啊，这个跟我们那里区别蛮大。我们那里县城到这个市区最少要30-40公里啊，他们这边不一样啊。贺兰县看到什么车啊？像在我们武汉，那不管是三环还是四环啊，这车真的是挤满了车。他们这边不堵车，现在都4点5点了，照说应该是下班高峰期啊，没看到几个车。朋友们，到了这个贺兰县。今天就不找露营地了，因为实在太热了，好久没开房了，把这个车停在这里啊，去那个上面开个房间住2天，这个休整一下，这边实在太热了啊。